起来，老鼠藏得起来，它藏不起来。你要跟我去店里吗？藏桌子底下啊。店里你要。它喜欢趴在人家的脚上。去你不知道拍照，还有脚可以让它趴。你不知道拍照。你不知道领巧克力。它领蜂蜜。好了，快点拍。嗯，你巧克力等下忘记写字，等下不够，看会不够。好了，因为上次已经有。要不要等一下巧克力？好了，你可以再领巧克力。哦，你看那个，吃一个桃子看看。哎呀，这个桃子。哎，桃子加蜂蜜好好吃哦。哎，不要只吃了。哎，我们要吃人家好吗？我是要把它放回去。郭茂业就好了吗？小皮啊，跳起来！跳起来！你说那个按钮会跳回去另一边了，然后就跳回原来的位置。镇静好了吧？没声音。它都是什么？它的头断掉了。对呀、啊。可是不用很热吧？那个哎、欸，中那个要很热。好啊，你调了就好了。中了，断掉了。它的头啊，我说你可以借摆漂亮一点这样摆，然后就学习了。哎、欸，你桌子可不可以擦一下？擦干净啊！哦。阿爹呀！阿爹呀！他已经跳完了，跳吧，对，你自己跳啊，你都搞不清楚，我就不知道哪一边是开，哪一边是关。有橘色的，那个就是走开了呀，不，小心哦，把你蛋糕拿起来，不然你变熟的，熟啦，熟啦，那你就把蛋糕拿起来，然后我就说，等一下我敲一个碗。没有，你前面没有通，你要拿东西通啊。要拿竹签，不不竹签。那个，哦，对不起。那个有了。你要跟你同学讲，那个是我姐姐做的。我姐都是我亲手为你做的蛋糕。对啊。可不可以简称就好 ？H B。真的哦。HB。HB， 然后你同学叫什么名字？洪怀。那你写在下面要写他的名字。HB。P， 喂，这是谁弄的啦、啊、？HB PW， 彭怀，请问那彭怎么写？彭，彭，就是彭啊，哪个彭啊？他的名字彭是哪个彭啊？拿怀嘞？怀是一个水在一个那个堆旁边什么那个字？哦，怀德的怀啊，彭有没有三点？那我就写 HB 彭怀，这样可以吗？你写得出来彭淮吗？可以吧。不行啊，改注音。柯翁彭。柯淮淮。你的蛋糕需要附点上来就不见了。HB。赶快吃你
性的，性的会很甜。他在等巧克力，他还等巧克力，你那个蛋糕不会太甜吗？而且好猫咪的巧克力。哦，其实。